Listen up now, turn up the love. 哎呦，你要知道，一个女人呢，你要三十岁以内。人家说你看起来成熟是一种称赞啊。三十岁以后，等一下，我在讲话，你要捡东西，你要告诉我，要不然我会错过那个话。我因为妹头绿茶带他的妹出场。Yes, oh yeah, oh yeah, oh yeah, ladies and gentlemen, 我拿他，哎呦，茶茶带三位。气质非凡的美女，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，三位美女，这个是曾经是台湾小姐，哎呦，你好，真的啊，是的，一看就是气质，气质气质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宜，我来自屏东，然后我是2019台湾小姐冠军，然后明年会代表台湾参加环球小姐，然后我专长是游泳，就是水下摄影。哇，游泳很厉害，自由潜水超厉害，阳光健康型美女 ，free diving， 哎，那跟你一样，你他那个绿茶是很厉害，他是 free diving。自由死亡就下去了，不 open water open water open water 对。甩面偏好熟女啊，但是啊，你才二十几岁，但是有时候你要知道，一个女人呢，你要三十岁以内，人家说你看起来成熟是一种称赞啊。三十岁以后，等一下，我在讲话，你要捡东西，你要告诉我，要不然我会错过那个话。我会通知你，我会通知你。要 Q 一下嘛，要 Q 一下，迅速拍一下，要 Q 一下，要 Q 一下。那三十岁以后。人家说你成熟，你就可以呼他巴掌。对，生了巴的，所以他是有一种成熟的美感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轰轰轰轰轰，阿哥最怕的。